来，叔来给你们把灶再点起来，好不好？把灶再点起来，谢谢谢。如果你们相信阿紫的话，就把阿紫的灶再点起来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阿伟呢？阿伟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对，你们把灶再点起来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。对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，赞赞赞点起来，谢谢。相信阿紫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相信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真的，我真的都一脸懵逼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手表会在我的床底下，真的奇怪。如果我妹手果是我妹告的。干的话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妹会那么讨厌我，对不对？唉，她连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阿紫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，我觉得都没有人相信我了。不用想，就是阿姨莫干的。我在想是不是小妈她烂在我的房间的，但是也不可能啊。那我小妈她都不怎么去我房间的，也不可能是她烂在我房间。嗯。但是呢，家里呢，除了我，还有我奶奶，还有阿姨莫，我小妈，就我们四个人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别人。但是呢，我自己又没有拿，我真的好奇怪哦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赞赞，谢谢。来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赞，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小妈他们也还没有睡觉，今天我小妈也还没有睡觉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谢谢。阿紫不要太单纯了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小妈怎么还没有睡觉？你什么衣服那种啊？你什么耍什么天元这种啊？俺们什么天什么牛肉这种啊？没有，我跟叔叔还没聊下天。休息什么？你得嘛？快点睡觉了吧？没有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再睡。要不你到这边来，我们俩一起聊天呗。帅吗？就是我小妈。你先睡觉吧，小妈，你先睡觉嘛。你啊，睡了该看书啊。你睡觉不？热死了。睡觉了，可以睡觉了。什么囤积肉呀？我想睡就什么囤积肉种啊。而且那个，你给我说表真的不是我偷的啊。这是偷的，能偷着我？这是能偷。不是我，你早就这样子。哎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你说表。是你偷的，是侬偷的。哎，你说啥子哦？偷没能偷到了吗？不是我偷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表会在我的床上，真的不是我偷的。是你偷的，是你偷的，哎，你咋个不承认了？你承认你错了，凭什么走不动了你？我小妈就是认定是我偷的她的手表。哎，你去没让过就不叫去的话，你就不叫去，没得呢。说别人妈爹的，可是你都给接到老公，俺等下用不着老公哦。可能你就不叫去了。真的不是我偷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们，来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把赞赞点起来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黄毛开心是吧？黄毛不知道去哪里了，黄毛，阿姨我去哪儿了？哎。
没事，帅哥姐们，没事没事，我后面坐在这里没事。什么土你们什么土你肉些着呢？没些着呢？怎么土你肉怎么现在什么土你肉冻啊？要没法，现在手机什么土你肉冻啊？你的手机是你，说不定是你这个决定不拉上网，就不好意思嘛，怕采访了。没有，哎呀，我先我们说了，都干完了嘛，活都干完了，我跟叔叔还没聊一下天嘛。干完了黑的，对吧？上你妈这啥子话？娃子娃子，就娃子娃子，托小心眼这啥子话？是。干完了他妈冤来的。可懂些嘛的，土地也是喽，乡里还嘛不喽，大过来呀。那是搞了么事的去喽？这个是搞了么事的去？一直问的，吃住吃住，这个地没地着，吃住吃死吃了这个，像嘛像什么个就是我那个说这些嘛的土地，等于说啊，怕那乡里吃皮多肉喽，哎，什么肉干的？小英啊，要，啊，一时都慢慢拿，没法给姐姐，你得很很难拿，不行不难拿，行不行？干着，啊，哭的一次哭的不着，哭的一万满的的蹦蹦这个子了，是生次哭的大光光压这个子了，呀，哭那哭么这个是不是肯定没蹦的中啊要。我发给姐姐那个，连妈的连噩梦噩梦太大过我，看嘛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吗？证据我遇到了，那小个他没事。什么证据？阿姨，我在我的床那里拿来的，你又没看到是我拿的，什么证据啊？你都没看到是我拿的。证据你穿过去了，两个手臂没事，你又哭过一路来些，这个证据又没就是老中我了，还有那。四姑你不吃热了吗？那吃热了，有没有嘛？我咋个可以偷你的手表嘛？我不会偷你手表的。你还没怎么手表，还没问到你的些吃热了，还什么鬼有没有？你凳子打得好了，哎呦，阿子嘛，你凳子打得好了呢，你皮啊打，凳子啊打，哎你，不好不好。我脾气大，我也。你脾气大得很啊！我又不叫喊你，我也没有跟你们说过什么。我这个没得说，他们那说这个那个。我只说喊你，我这个你为这个说喊你，跟你叫，可没有个你还没发了，可没有个你我弄个发了，什么什么么啊，叫俺们都那些多，可得什么那些对子，俺爹爹我和母的准确天子这个人行不能行呢，小跟那些对子，我那些对子的，俺你就不叫个哪里，嗯，都那么个。我想嘛，老师说那个表就是我偷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来把赞赞点起来啊，把赞点起来，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把赞赞点起来啊，把赞点起来。还有这个灯吗？那个灯不怎么亮。这土泥热，怎么土泥热？一夜不，前夜嘛不，这新年没得怎么土泥热？怎么土泥在下面那个了吗？前面过雨了，我怎么土泥在？什么啥雨？哪么哪雨？你热吧？怕雨？这土泥没得水，这种土泥个热的死掉。我任务都干完了，我还有什么任务吗？我活也干完了，我什么都干完了，我到晚上还有什么？其他有十七多米地了，十七多的很。那你先让阿姨们去干一下不行啊？阿姨们干不起了吧？阿姨们干不起。阿姨们我是干不起啊，那我干起啊。阿姨们明了吧？你几级了嘛？你干得起？阿姨们干不起了。为什么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干啊？你叫你阿姨们去干一下不行？那一个人干了这是的，阿姨们不干了，阿姨们小了嘛，你大了嘛。阿姨们还行吗？阿姨们都十八岁了还小啊。阿姨们小。那天吃嘛的土你们哦，那里手机吃嘛的土你们哦，
像明年批么哦，肉了啦，像现在至少过年还过过嘛，至少么哦。像新年还没完的么啊，俺有的有的怎么过那么那是的，那怎么弄的过那么的？你就不知道个哪样的？俺你就把这弄的瓜子里面啊，那怎么也不是，那头天你都那一百多种。你先去睡觉吧，那你先去睡觉嘛。我们一起睡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睡。他说：“我小妈说，我除了个看手机就看手机，天天拿着这个手机。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活也不会干，什么都不会干。”谢谢点赞了，帅哥姐们，把子的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把子的赞赞点起来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帅哥姐们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昨天你的这个的昨天你是小朋友。阿伟哥。啊，小布布，嗯，你好，那个小妈也在吗？小妈也在你旁边啊。哦，她不愿意睡觉。我说今个你图什么？我看你们两个，俺们天别乱造的。不是这。哎，一次人天别乱造的嘛。行不得，俺们天的，哎呦，阿怎么什么，卡怎么，阿怎么还没睡觉？天不，他那我们两个就，阿姨，那个我阿子，我们两个就聊聊天，也没有什么呀，对吧？也没有干什么呀。我你就说到了嘛，你不要走来了，你那么天不拉撒的，你就天别他那对我那么天别是，行不得，俺们天阿子，昨天你怎么来着？那天的那老子你不得，一天你是怎么着？忙啊，搞那么生意干嘛？一生就不接哈，你们天又怎么了？那个阿子阿姨说什么？他没说什么，他没说什么，伟哥。哎，伟哥，那天想不起来啥，有的。他说你不要叫你不要来。哦，我没有来，我就手机上跟阿紫聊一下天嘛，我没有来找他。那天呀，想不起那天了，这种啊，那天俺阿紫没什么就那天了，是天塌了，天那天了，有说的，不那天。没有骂我，对，他就说叫我不要来找阿紫梦。我没有抓子么？抓也是了，那不来抓子么了？行不得俺妈子么？又不是是天子么？听你说，俺子么就又不中的中啊？可以说下了。你先不听说，先说了什么啊？要俺子么你没还不个？你没还搞别的？哎呀，怎么个？哎呀，怎么管他呀？说么就不？你先去睡觉嘛，你先出去。那个。哎，我不说下了，你说嘛，我说，你不说嘛，我不说了。我早看你们，看你们两个早咋了？那个阿姨你不要生气嘛，好吧，我没有别的，我就是你看你也不让我来你家嘛，所以我就跟阿子梦聊一下天，就手机上聊一下天，对。你天一点手机怎么就对着你天说的，我们手机怎么随便能啊不过说了的行吗，要阿姨说手机怎么不得说啊，你天跟他一说那天别他了，那天的你行不行，你天说的俺们已经途中了啊，我跟你在哪里，我早上找他卡中了。哦，我在我们公司楼下呢，那个在车上休息一下，对，因为心里有点累，我就坐在车上跟小娃一起聊一下天，真的。来，直播间三千多个人，帅哥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啊，赞赞点一下，直播间三千多个人，马上四千人了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哦，阿姨，你不要想太多，就是我就。妈，你先去睡觉吗？我不睡觉了，我不睡觉了，因为。你不说吗？我不说了，不是我不睡觉了。我找到你们两个看。没有，我这样直播挣钱，好不好？这样直播挣钱，然后我挣到钱就给你。直播这个内部的什么个样子去的？你看这个有啥？先走钱中啊，走嘛开闭了，先去吧。管多来的，那天的从这几天就今天走了。可以挣钱，我们卖货就是。对呀，一次挣的几了这种，天到你就今天搞这种任务嘛，管多。没有没有，可以挣钱的阿姨，可以挣钱的，你相信我嘛？就是说可以把子墨挣点生活费的，真的。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们哄我呢，你们两个哄我呢，我不相信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不相信，没有骗你。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们在这上面卖那个商货，你看那么多叔叔阿姨们在这里，他们都会帮我们支持我们，知道吗，小妈？你先啊，关照，你先那没人管些块钱，先啊关照，没可多。他跟黑肉似的呢，你这的几年天接的，这几说不给我的，行不叫做？他说我们两个是想在这里聊天，所以骗他的。行不就是你这个俺管就着，就没这个。没有啊，阿姨，其实我也想，因为你看阿紫在家里面也你看也需要生活费嘛，我就
帮助阿子墨，就帮他挣点生活费，这种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没有说要找他玩什么的，没有这样子的你不啊。相信我，就你问阿姨莫嘛，可我不可以不捐现实，我钱？不现实，你明天给我说吧，我不现实了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弄那些个过日子的。阿姨，你要不你先睡觉嘛，睡觉，阿紫，我们两个聊一下，说点事情。我不睡了，我不睡了，我找到阿紫，你们俩给我看，你们俩给我哄我了，骗我了，你们两个。没有骗你啊，你没有骗你，你先去睡觉，我等一下直播好了，就挣到钱就给你嘛。哎，走钱来的钱嘛，先走嘛，过去了，走过去来的，没得走钱嗦。可以没的，有骗你真啊，的没有行骗你阿了。姨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咱们把给账你单钱，点一下，我就刷一给个你姐妹。买衣服嘛，给你买衣服，给你钱都给你，可以吗？我不穿你衣服，我不穿你的衣服。对，就是阿紫，我带阿紫，帮阿紫挣点生活费，然后给你买衣服穿嘛，阿姨。我不穿袜子，你不穿。我哎就呦，跟我他不聊穿聊衣服。天嘛，好吧。那你先去睡觉嘛，好不好？你没说了吧？你说嘛，我说了嘛。你不说嘛，我不说。这边阿姨没跟你说什么？阿姨没说嘛，你们两个连天嘛，天天的连。没有，天天的天天的聊。连，这个不亏了，不连了。没有天天的聊，你去睡觉吧。阿姨们都是骗你的，知道吗？阿姨们都没有说不实是话。我，因为他们俺们骗了俺的，你都能骗住了，你们两个骗了。唉，阿姨们不骗你，他说我们两个一直在骗他。阿姨们说嘛，老老实实的，真没有骗你啊，对不对，阿姨？你看今天你的表，你说被阿紫墨拿走了，然后你说坏了，我们都给你钱让你去修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就不要想太多，好吧？我们没有说什么骗你啊，或者干嘛，对吧？是啊，说这么说比嘛，又没苦心给老大，你这个还得俺过下日嘛，没鬼推牛肉了。咱们一次他是我都头当脑骗是，的，所以他不相信我，所以他就这样看着我的。这，哎，这家里面还有什么偷的吗？这没有了呀，这，对吧？那表也还给你们了嘛，是不是？这没有必要这样守着阿紫嘛，对不对？我要给阿紫一点空间嘛，我们也就是我也想和阿紫们聊聊天，对不对？前面天说这个周总了。你们嘛，里面，说比么咋的？你们吃苦就不怎么，俺们过车热闹用啊，车热闹呢，俺们你信没这个嘞？你骗我了，你们两个骗我了，俺管着。